这首经典歌在别国让人误会大了。到垃圾的时候，我们会常听到少女的祈祷，在美国、澳洲等国家却是什么车放的音乐 ？A. 素食汉堡车 ，B. 冰淇淋车 ，C. 行动咖啡车。我答案是 B。那雪梨带了两袋热热袋，然后下去以后，然后看到冰淇淋车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